那宋楚瑜今仔日一天拢伫咧台南走行程，伊的副手余湘、甲发言人余美人，还有不分区立委的候选人，拢做伙来参加全民党的记者会，讲会伫咧选情，整合着宋家军甲郭家军来做最后的冲刺。天气较好，亲民党副总统候选人余湘、部分区立委候选人刘友东、蔡庆如，透早扫街拜票。亲民党自行的这个战车头一摆公开，是阮这个奉上，不是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。大家好，我是郭台铭，请大家支持亲民党不分区立委薛明志、刘友东、蔡庆如进国会，实现郭台铭的六大政策。就是鸿海创办人郭台铭，伊呼吁集中政党票做选前最后的冲刺。他如果愿意帮我们亲民党来做宣传广告的话，我觉得是应该是非常有效果的。在最后一周呢，亲民党会全面整合啊，就是包括郭家军跟我们原来的宋家军。啊，那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是规天拢伫台南走行程，亲民党正副总统候选人是一北一南分进合击，发出超越压力，要求这支持者回去投票。